No. P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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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e, p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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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啦，你知道什么是 Chicken Attack？Go 恭喜啊，Chicken 恭喜！Go！Go 好 Chicken 笑 Go！哦！哎，你别让安尼哦，你为 Go 什么可 Chicken 以？Go！吃我的鸡公鸡之术！等一下，你的台突然开起来，我吓到了。你有看那贝个吗？蒂鸡公鸡之术！亚猫，有啊，很多鸡。哎，这是很多阿鸡呢。哎呦，对，吓死我大呢！家 Go Chicken Go！贝蒂亚猫，我这样子蹲下来会不会跟他们融为一体？来，他们可能会揍爆你哦。我是一只鸡，我是一只鸡，我是一只鸡，好挤哦，烦呢，燥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无敌哦，无敌的鸡呢？无敌吗？真的？哎、欸，嘿啊，叫你厉害比我还强哎、欸，哇，哦！这样今不天行跟哦，姥姥一起来对决。姥姥，谢凄凉常常订阅。姥姥，我已经叫你废老掉。啊，不然的话我没办法跟你玩游戏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那什么烂名字？老无聊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这规则应该也不用看了，我也懂啦。对啊，阿牛，哎，我把我的，好残忍哦！我把我像的太子。鸡给没有，这是那个我们晚餐 dinner dinner。哦，这样很棒，这样很棒。啊，你要上去看看大批的人吗？好好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为什么只有我在下面？因为要把你隔离啊，我们才可以为施什么？展我的鸡攻击之术啊！可恶！哎，我传错了，我传错了，我是要上去你干什么？的。嘿嘿，嘿，传错了，传错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大家都在一起了。啊，有人说有人被 ban，好，吓到！啊，好多人哦！哇塞，这个被阿 ban 牛的哎，打 ID，OK，一次就好，这边不要多打字，Pardon，OK，OK，哇，好多人哦！我来寻亲，看看有没有认识的。哎，我看看哦。玩进来，缺三位。我告诉等你，你下。是25对25。25对25，哎呦，我昨天已经看到有一些巴西的队服都出现了啊！对啊，你怎看么可那以种，这样子？有一个很烂的，背上还背可可豆，在干嘛啦？你们才巴西了，一群巴西，哎 欸，他们对，一群巴西。大家我赶看，快进来！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，解 ban，你要哎、欸、呀。给我 ID 好不好？解 ban 给 ID，9487，自己打出 ID 来。哎、欸，超棒！这队服，我可近超看一下，棒，超棒！9487，然后背对上啊，写着87，87人。这些真的是超级的超级粉丝，后面还背个可可豆，超棒！你们有人进不了啊？解 ban 啊？你们不打 ID，我要怎么解 ban？他就说：“我被封锁，我被封锁。”你是谁？自己把你的麦克 ID 打在 RC 上自己打打。是散对呐，哈，是啊，无听到嘿哦，而且这边还是不要他们都怕可以听到我你。们讲话，自己打自己打。嘿妹，我们的声音这么 从大小看我声，的失控长大。What？霸气。今天和姥姥不是，不要讲他其他的名字啊。今天和姥姥，跟我、啊？难道还有跟别的女人吗？你写的公司啊，你越描越黑，以后都不要找你了。因为游戏，因为自己的昵称而被所有人封杀，有没有？
七啊，有一些是写八七啊，有一些是九四八七，所以八七是另外就对了。八七是那个、你这样不对哦，为什么上面穿彩虹码？背上哦，你看你就是没有看那个老皮的红白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这个八七背上八七的那个是拔蜡，哎，是吧？八七拔蜡队。拔蜡队就很强了，拔蜡队是不是？好像是拔蜡八七刺客队啊，我也忘了，反正就是八七战队啦。拔，哎，那我衣服穿拔蜡好不好？哎，他们那个衣服前面很可爱，是那个哎、啊、，pony 哎，是彩虹小马，之前我都没注意到，都被背后给吸引住了。哈，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彩虹小马嘞。哎呦，可是长得有点怪就是了。你才怪，你全家都怪。我要玩，赶快过来！巧克力的 RC 呀、啊。嗯？哎、欸，巧克力 RC 有开放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都是订阅用户，全部都订阅用户。而且为什么会订阅？会少两个啊？看一下看一下。当初是谁？四七四八四九，所以是有人跳出 RC 喽。那我随便再抓两个人来。然后竟然订阅的啊，不行啊，你们要订阅巧克力才能进来玩。那你没有订阅就不行。陪同啊，有一天说不定你自己也可以找个 server 来开啊，嗯。哎，你说我吗？对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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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麻烦了太麻烦了。啊呜。啊呜！我靠你啊！今天只要遇到哦 Chicken， 我就赢定了。我会用鸡攻击之术。不要用我，用八七，用八七，不要用我。我是拥有大自然，能够操控大自然力量的男人。我不是鸡，我不是鸡。嗯，好，先跟你讲规则啊，反正慢慢等。好，规则就是我们两个一定会敌对。啊！对，等一下会随机分队，二十五打二十五，就两队竞赛。然后我们一定会是敌队，如果我们同队，就会重赛、哦。就会怎样？再重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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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员？对对对。然后地形呢？哎，是我们第十三届，就是一月份的 UHC 的地图——花花森林。花花森林，没胜鬼呢。没有玩过呢，感谢龙卷风订阅。然后高度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哦，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个、啊、无敌的房间，那就不要上去，因为高度应该是、嗯、那个好像建在100的样子。然后我刚开 server 还自己锁到96，还蛮奇怪的。就是我们现在限高是128，对，但是大家记得就是限高100以上就不要盖了，好不好？嗯哼。对，100以上不要盖。那时候我们当初第十三届 UHC 就有发生 bug， 就是我地图是设限高100，就跑一跑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成96了。对，这可能是一个它 UHC 的小 bug。我刚刚有紧密的发现，所以我后来就再做调整。那就大家乖乖自己乖乖，嘿。然后呢，关键的来了。关键的来了，老老，嘿，是我们两个人是队长，所以我们一人拥有三条命、嗯。我们一人拥有三条命，没错，一人拥有三条命。等一下一进去的时候呢，那你可以先用 Game Mode One， 就是切换成 Game Mode One， 穿上铁装铁武器、嗯，对，什么武器？什么？铁装铁武器，全部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、哦，因为人有点多，我们可以先清一下人数，感觉好像还是有一点小小卡了，对，所以可以、嗯、我们可以先屠宰一下人数 ，OK， 对，减少一下那个场上的人，然后就把他们踢出踢出，OK OK OK、啊。然后如果死掉的话，那就是自行切换成 Game Mode One，、嗯、然后你去找、嗯、找一个要有队友的地方才可以重生。嗯，你不能、啊、你不能重生在敌对区，也不能重生在莫名其妙的地方，你要重生在队友里面、啊、这样比较公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重生也是全套铁装，也是一样，自己再拿铁装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自己拿自己拿，就是自己数三次这样子啊，
第什么？继重生，重生三次。重生，对对对。哦，没有重，不是重生三次啊，重生两次。第一条命是，对不对？三条命，会数学。OK。好，关键是第三条命， okay, okay, okay. 好不好？你死两次， okay. 第三次重生就是全套钻石装，那也就是你的最后一命了。武器什么都是钻石装， oh. 然后你可以拿一颗金苹果，那都是最后一条命。到时候也会提醒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那如果我们队长三条命都用尽的话，那就看剩下的队员人数。比方说你三条命用尽，那如果你的总人数比我的总人数少。就是你的整队只剩十个人，我还有二十个人，那你们就是输了。哦、oh. ，对，那当然，如果你三条命用尽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有二十人，啊，我们这边还有只剩十个人，那可能就要继续打， 打到我的命结束，然后看剩下的队员人数的 PK， 懂吗？哦、oh. ，对，是算人数哦，不算血量哦。OK OK， 所以你就算剩下二十个人，每个人都是一滴血，我们剩下十个人都是满血，那也是直接终止，因为队长的命都没了，所以大家要保护好队长。就是保护队长的游戏嘛，没错、嗯，简单简单，可以可以，好 ，OK。大家各位听好，跟我同一组的，通通就去杀球，没有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要给你那个 OP 嘛 ，OP，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调。对，好，拍照是不是？来来拍照来。嗯，哎、欸，有人跳出是不是？来，赶快哦、喔，跳出了，赶快进来哦、喔。来拍照，开始喽。嘿，快点！那个流鼻涕的是要跟我拍照对不对？谁要跟我拍照啊？那么多人，有人说两个队长都死掉，小队长人数差不多一样多啊。等那时候再说啦。嗯、我们的规则也是打了好几届才慢慢有的。好，来咯啊！等一下死掉的选手就麻烦自己离开，不要再剔除了。对，我们都是小队长，大家乖乖，让 server 可以顺一点，好不好？死掉就自行离开伺服器，然后去看台。对，然后分队完之后，所有的小队长都一样是在这个 RC 群，所以你们要不要开声音就看你们、啊，你们要不要私下也看你们啊，反正你们都会在这一群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来，老老，我们要分队喽，来哦，分，分，开始在分了。先看你是什么颜色。你是红，我是红色、欸，我是蓝。哎呀，一次就 OK 啦。但是我比较喜欢红啊。可恶！靠屁哦我 ，OK 啊。进去就进去就直接 game mode 1，然后拿那个贴装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就简单简单。好，可以多拿一些那个、啊，可以给你十个牛排哇，十个牛排。这个地方，对对对，好吃个东西，但是这是 UHC 也是不回血的 ，OK OK， 死机的要来了，哎、欸、对，然后那个是物品免烧、欸，打到的铁会直接变成铁矿、啊，就是铁锭哦 okay, ，OK， 打死的动物会直接变成烧好的，好，好，那就好，死打的，啊，我等下进去要 game mode 1了呀，嘿丢。你就可以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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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挤，好挤。然后我要拿，到旁边，到地下，要、啊、到下面了、哦。没有没有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我只是怕推挤到队友而已。然后在 game mode 里嘛，吼。对啊，拿一些铁装啊。你使劲了。武器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工具我就不用了，好不好、欸？工具我不需要、啊。嗯。还？嗯，反正我就要去厮杀了。哎呀，那我现在就去砍木头啦！啊，不是，要先去砍人才对啊！哎、欸，你可以去砍木头啊！你可以去砍木头啊！做丁家，做丁家，队长带你们出去玩，走走走，谁给谁给？哇，结婚！嗯，也、欸、好可怕、啊。垃圾！来来来，走走走！啊，算了好了，去找队友一起去找。哎、欸，我队友都怪怪的，我队友都卡在那边不动。哇塞，你才全家都怪，你怪你队友。对，队友真的卡在树上不动啊！他们以为他们是树吗？快下来！你们不是树叶、啊，快下来！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卡卡吧，会有点卡卡的，对。可能啊，我还没有砍树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对，会有点卡卡，对不对？会有点卡卡。对，要把自动跳跃关闭。小心哦。对啊，所以等一下死掉的就还是离开吧，让我们可以顺一点。有人跟我说你在哪？我在哪。